度十二个后生仔女，总共八男四女，正喺度参加紧两日一夜嘅外展训练，目的就系想进入最后一轮嘅面试，并成为香港宽频今年嘅管理层练习生 （Management Trainee）。喺呢两日一夜里边啊，佢哋要喺高空进行慢步、分组竞技、荒岛露宿、自己摘木筏，然后爬翻嚟外展训练中心。各项嘅活动不但考验佢哋嘅体力，亦都考验佢哋对团体嘅合作性同埋沟通能力。因为喺参加外展训练之前啊，佢哋好多都系啱啱先识嘅，体验竞争、胜利同埋击垮对手嘅感觉，体验引进同埋应用电信科技造福于民嘅喜悦，满足实现自我嘅需要，充分发挥个人嘅潜能。以上都是香港宽频的核心目标。从第一条和第三条，我们就得知为什么香港宽频要这班准 MT 参加外展训练进行甄选，而今次就连天气都帮我们，闷焗潮湿加上大雨，一一都加大了训练的难度，个个都玩到全身都湿了。而家呢一班准 MT 就分成两队，想办法用最短嘅时间使最多人完成高空滑步啦。你放手攞咗个平衡先啦，试下。系，好啦，冇问题，我相信我嘅队友。我三步到啦，唔该。上面嗰个考胆识，下面一班人群策群力，三层楼咁高望翻落去都几惊噶。睇下佢哋睇得几紧张。仲不時為上高的同伴打氣，跟住啲力就靠條繩啦，開始。為了激發個人的潛力啊，導師會俾好多嘅挑戰佢哋，就好似其實由朝頭早九點鐘開始，成班人已經完成了多個嘅項目同埋小組競技啦。喺導師安排之下，佢哋享受咗一個短暫嘅休息同埋晚膳，真係一個好短暫嘅休息啊！咁我哋就而家盡快走翻去換翻對落水鞋先啦。水桶、雨褸、地脊、帳篷，一班準 MT 根據指示之後整理好行裝。就被送上船，预备跟住落嚟嘅活动啦。喺荒岛过一晚，听朝早见啊！我哋嘅准 MT 由朝头早六点钟开始，经过失败折返，佢哋翻到嚟外展训练中心已经系九点钟啦。整个嘅航程用咗个半个钟头，大家都表现得相当之攰。其实唔难想象，昨晚他们用了多少时间和心机去砌这一只木筏。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活动已经进行了24个小时，跟住下来他们还要进行多一个竞技项目才完成两日的活动。不过就好像之前所说，连个天都考验着他们。整个两日一夜的外展训练已经进入尾声，十二个人里面哪一个会成为香港宽频的 MT 还要经过最后甄选才可以知道。不过相信在他们的心里面都已经建立了一份很深厚的友谊，希望他们可以将这两日所学到所得着的都一一应用在他们未来的生活里面。我会运用我最大的三个长处，就是够新、够堪和够狠。新的意思就是创新的意思，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我希望为公司带来很多新的意念。而够堪的意思，堪即是 humble， 我是一个谦虚的人，在未来的18个月里面，我会细心聆听各个岗位的同事的意见。最后够狠，我是一个战斗格的人，我的波友都说我踢波你没什么厉害，够薄就是你的本钱。我希望可以继续本住呢個長處為公司貢獻，而我自己想在公司發展的範疇就是營銷的範疇。我希望可以係發掘到一些新的營銷技巧，幫公司找到更加多的客人，
為客人提供更加好的服務。我相信我當中的兩樣長處可以為公司帶來貢獻的。第一樣長處就是我本身有很多鬼主意的，例如我們 MT 的 Introduction Video 裡面最後那一 part model 片段就是我構思的，咁所以我希望未來我可以為公司同埋各位同事帶嚟好多 fresh 嘅 ideas。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嘅語言能力，我自己喺大學咧本身係主修法文嘅，另外咧我都識日文啦同埋少少西班牙文嘅。咁隨住公司會越嚟越多外籍客人，咁我好希望我可以以我嘅語言能力代表公司為客人溝通同埋接觸嘅。另一方面，我都因為我的語言能力關係，我希望可以在公司未來成為一個 Company Secretary 或者在 Business Development 裡面大展拳腳的。我覺得我自己有兩大長處的，首先第一樣就是我覺得我願意去接受一些挑戰，甚至第二樣嘢就是我覺得我的自信心是很強的。在接下來的18個月裡面，我會形容我自己是一個 treasure hunt 的階段，去到每一個 department 我都願意接受不同的挑戰，甚至我覺得是 learn by action 的，即係我邊學邊做嘅。咁18個月之後咧，因為我自己咧係一個即係讀 marketing 嘅一個 student 啦，所以嚟緊我對 marketing department 咧都好有興趣，甚至希望喺公司嘅一啲嘅銷售啦、市場啦、市場策略啦，甚至宣傳推廣方面咧，都輸入更加多嘅心血啦。咁最後一個目標就係希望喺5年之內咧，去成為一個 manager 嘅。